你看我吹着吹着，我们阿哥阿妹们出来了、啊，那他们是出来干嘛的呢？是出来感谢你们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们来了，我们才有动力。动力在哪里呢？动力在各位的身上。你们来了，我们才有工资嘛。回报是在哪里呀？所以要配合。你们不是简简单单的旅游者，你们更是我们少数民族文化的动力。谢谢谢谢。给我们呢说一千到一万，此时此刻呢用再多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们的心声。所以接下来请允许我们再用一首感谢歌来对您的到来表示深深的谢意。谢谢你们。跳起欢快的